哎，来，我们看比赛。这个是一个深圳线下赛的一个网络热身赛哈，每个人三个币。双方队长上来，灰灰相信打了这个何俊这么多次，应该是做好了千鹤如何来打八神的准备了哈。对吧，一上来的话直接打晕啊，他们是暗牌的哈，谁上来他不知道的哈，只有组织者知道。跳身后偷下盘，中招。很大胆，就在千鹤头上绕着飞。哦呀哦呀，要晕要晕。哦，也可以啊，扎到之后晕值也没有了，直接再来身后。这个走位很骚，这个走位很骚啊。啊，猴子如果飞完之后落地，有时候在你身后的话，你是很难反应的啊。猴子现在的任务应该是先把气给加起来，还扎到了哈、啊，扎到了之后就赚了呀。没有第一时间起飞。哇呀哇呀，逼得好紧，逼得好紧呢、啊，刚了刚了，连续被灰灰打中。步步紧逼，好，再刚，哇、哦、呀，好招好招，没了，不敢第一时间抽边，哦耶，每一下都非常及时啊！你每一下你如果不出招的话，又得被跳抓。他这个下期在抢的时候要不停的按的，不然你抢不出来，要抢真的啊！这下就拼内功了，拼内功了啊！从实力来讲，龙二肯定用的要比灰灰的真七更好。爆个气呗，步步紧逼，不让你爆气，机会来。哦哟，怎么说？好招啊，可以，刺激。这一波抓头，你但凡犹豫，你都得完蛋。也算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一个预判啊，直接跳起来了。A B 中啊 ，A B 俊打 C D 回，但是何俊现在可以 A B， 但是吴志辉这边不能刚 C D， 他还没气呢，疯狂在推有气，葵花抢的真好啊！啊，有第二时间打中啊，重拳犀利莫利多。这何俊他打过来的时候，他这个打点太好了，你不知道要防还是不防，还是要刚，是吧？他这个跳吸打过来，你如果不防他有可能又落地抓了，你如果、哎呦，葵花不敢上，好招，这把骗的刚好，哦，也被抢了，抓到，我去，晕了哈，晕值还在的。抬起来，好，扎出来打晕，好，带走。队长的竞争相当激烈啊，他们是队里的定海神针压舱石，扎的话斜扎是扎到了哈，但是扎的太高，地下没办法连招，
先刚抓托马斯，那你如果是跳的话肯定刚的啊，跳攻击肯定刚掉，基地用的不错，打下来，哎呀舒服漂亮，还死不了吧，残血一个飞翔脚，对你必须得刚一个飞翔脚，哎呦再飞翔脚，哎呀优秀啊，抢三很刺激啊兄弟们，抢三是真刺激，看谁更加胆大更加心细更加了解对手。哎，又是跳起打中，来一个战地吗，发波战地，这还 AB， 总有机会打到这个千鹤，无敌波还中了，运气还不错，趁八神还没气能压住先压住吧，对刚争取不让八神刚，哦也好招，这个气废掉之后他也来一发升龙，我差嘞你怎么知道是荷花啊，给你看到了，好下盘中招抓到跳压，等跳抓哈，跳压就对了，跳抓被拆动了，这一波站一点完之后运气还不错啊，还可以连，如果连不上的话吃消风，抛下来继续小葵花，灰灰不敢轻易刚 CD 啊，哇呀太准了，真的反应快啊兄弟们。Round four, ready, go. 好招道歉，不服还想刚，好倒地，哦哟，好，灰灰，真气真的可以的啊，他的真气很主动，而且是追着猴子主动还不容易啊。好，哎呦漂亮，再捅一个中断回撤，机会来倒地，没了没了，失招就没了啊，漂亮直接3-0啊。